6月16日，网友娱乐圈揭秘曝光一组王思聪近照。照片中，王思聪搂着两名美女在澳门逛街，看上去十分惬意。不少网友看后忙转发，称：“看啊，你们的老公在澳门威尼斯携后宫爱妃闲逛。”女网友则大呼：“老公，两个杀马特就让你沦陷了吗？”不过，也有人留言调侃道：“这回终于干了富二代该干的事。”随后网友人肉出其中一名女子叫沈亚婷，她的私房照也遭网友曝光，另一名女子目前不详。从女子外貌来看，应该又是嫩模。从购物袋的 logo 来看，所购买的是一种明星御用模牌。目前双方当事人对此消息未做出任何回应。